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，瑞典选手莫雷加德1-4负于中国选手樊振东，获得银牌。莫雷加德赛后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说道：“这枚银牌意义重大，我决赛打得非常好，所以我没有遗憾。我打得比对阵世界第一时要好得多。我要祝贺樊振东，我也感到非常自豪。”莫雷加德继续表示：“在我赢得第一盘比赛后，我在接下来几盘比赛都打得同样好，甚至更好。但对方打出了好几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球。我希望整个瑞典都能看到这场比赛，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我希望很多人都能重新爱上乒乓球。这枚奖牌沉甸甸的，很可爱，很好看，我非常自豪。我真的很想赢得金牌，但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。”网友纷纷表示，莫雷加德确实值得一枚银牌。本届比赛发挥神勇，